米歇尔和男友吵架后独自开车离开，发生了车祸。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困在封闭房间里，大腿被铁链锁住，手机也没有信号。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胖男人霍华德。他放下饭菜和拐杖，米歇尔乞求离开。霍华德说外面被外星人占领，空气被污染，不能离开地堡。离开时扔给米歇尔一根铁锥，米歇尔不相信他所讲的，于是用铁锥将拐杖削尖，在通风口放了一把火。霍华德赶来，米歇尔刺向霍华德，霍华德躲开后给米歇尔注了针药。米歇尔醒来时，霍华德介绍了埃米特给他认识，并带他去了窗口。窗外躺着被轻视的动物尸体，尽管如此，米歇尔还是半信半疑。晚饭时，米歇尔故意向埃米特讨好，霍华德将米歇尔推到墙边，警告要注意自己的举止。米歇尔顺势偷走了霍华德的钥匙。一会儿，霍华德询问钥匙，米歇尔拿起桌上的酒瓶砸向霍华德的头。到门口试钥匙时，突然门外出现一个已变异的女人砸门求救，身后的霍华德大喊不可以。米歇尔也不再逃跑了，开始接受地堡的生活。三人过得和谐，直至空气过滤器出现故障。米歇尔去调整过滤器，看到了天花板内侧刻着求救单词，并且发现了地面上的带血耳环。那耳环霍华德女儿梅根戴过。米歇尔将一切告诉了埃米特，梅根的死和霍华德有关。他心有不轨，这个人绝不能相信，于是二人决定出逃。米歇尔打算用运镰做了一套防毒衣。一次游戏后，霍华德将一桶硫酸搬了出来，拿出一些工具质问二人在密谋什么。埃米特解释说想要拿到枪，获得米歇尔的崇拜。霍华德将工具扔到硫酸里，用枪打死了埃米特。霍华德要和米歇尔一起生活过日子。一次霍华德来了，慌忙的米歇尔将面具放在通风口，衣服塞在床下。不一会儿，通风口的螺丝掉了，他摸了摸，转头看到床垫下塞的衣服。米歇尔察觉要被发现了，立刻夺门而出，将霍华德关在房里，拼命逃跑找喷剂。霍华德出来了，米歇尔踢倒了硫酸桶，霍华德倒在了硫酸里。米歇尔快速回到房间拿走衣物，拼命地跑向通风口。面容狰狞的霍华德不肯放过，用刀刺向通风板，吓得米歇尔拼命往前爬。到了后，穿好衣服，戴好面具，米歇尔用喷剂喷锁子，同时不停地用力砸，终于出来了，眼中看到了希望。天空大雁飞过，米歇尔轻松地摘下来面具。地堡着火晃动，感受到周围的异常，米歇尔打开了轿车双闪，远处看到了怪物。米歇尔在棚子里躲藏，那怪物快要攻击他时停住了。米歇尔跑向汽车，戴好面具，穿好衣服，那怪物将整个汽车吊到了半空中。米歇尔命悬一线，失望时发现了打火机和一瓶酒。米歇尔摇开玻璃，用打火机点燃杂志放在酒瓶口，扔向怪物的口中，怪物爆炸而死。米歇尔开车离开途中，广播播报休斯顿需要帮助，他径直开车前去。生命是珍贵的，一生仅有一次，任何事情发生时要有自己的判断，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强大。